喺香港呢一个咁多姿多彩嘅地方，根本就系一个机遇嘅市集。你只要行入去呢个市集，你用心揾，一定会揾到宝。我喺香港揾到一个好嘅医疗系统，帮我揾翻我最想要嘅身体。我可以用我最靓嘅一面，自由自在咁样样去为自己发声。可以喺一个狭窄嘅求爱市场揾到爱人。不过唔少香港地方始终都流住传统嘅血，喺传统底下，我嘅爱情、事业、前景都好渺茫，好似孤零零去到天涯海角，但系身无一物。我崩溃，我自我放弃，我觉得我已经用尽晒我机遇嘅 quota。我匿埋起嚟，不过好奇妙，我枕边一直有呢一班毛神神嘅战友，佢哋令我继续笑，继续走，令我察觉到个天就被黑晒。我去找帮助，我面对自己的问题，我接受我是一个病人。我站起身，我好想创造一些东西出来去表达我的感觉。我不想我的生活只是饮饮食食，搵钱洗钱。有时我很怀疑自己做这件事有没有意思，我是不是一只怪物，整紧另一嚿怪物出来。但是我可以在这个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想法，是一个机遇。有技能去将脑入边嘅嘢实现呈现出嚟，又系另一个机遇。呢啲嘢全部都唔应该放弃噶。有时喺呢个世界系寂寞又黑暗，即使台下面黑掹掹咩人都睇唔到，但只要我肯发亮，我就系一粒小星星，我就可以凝聚到属于我嘅观众。